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收获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。你不晓得是吧？谢谢啊，你也是要好好学习。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，赶紧回家。当时我正在校会上，突然门口跑过来一名穿粉红色上衣的小女孩，向我们招手敬礼。她递给了我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“我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像你们一样当一名军人。”当时为什么要跟校园那个警察呢？因为我很热，因为我很烦，我保护中国。画什么呀？肩膀。为什么要画呢？喜欢中国。我们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，让孩子们走进军营，用军营小课堂搅活国防教育大课堂。